在这一边呢，他叫你找三角形 AOB 的 area。OK，so 我们知道 area 呢，它就会是等于120，我的 O 是00，所以00，然后逆时6减2减3400，然后下下下，然后再来上上上，所以它就会变成120，然后642400减326，然后零，所以它就会变成120乘以那个18，然后它会变成9 unit square，所以它答案是9 unit square，是的。好，这边第一个是9 unit square，是的。B 的部分呢，它要的是什么？B 的部分它说，point C divide the straight line AB internally。A 去 C，C 去 B 是3:2，这样这边有3，这边有2，这个是 C，是我的 XY，然后我就交叉乘，所以在这一边我的 X 呢会是等于3乘6加2乘减3除3加2，然后的 Y 呢是3乘减2加2乘4除3加2。18减6，12/5，然后这一个是减6加8，就2/5，所以我的 C 是12/5，逗号2/5，好，这就是我的答案了，12/5，2/5，这一个就是我的答案了，2/5，2/5，好，接着它在这一边，它要的是 moving point P。你一看到 moving point P 的时候，你马上给它 P 是 XY。distance from A is twice distance from B，所以 distance of A 呢就是 PA，is twice of PB，二 PA 等于二 PB。PA 是什么呢？我的 x 加3的 square 加 y 减4的 square 整个的 square root 等于2，这一边 PB 是那个 square root。x 减6的 square 加 y 加2的 square，然后我左边右边同时 square 它，这一个它就会变成了 x square 加 6x 加9加 y square 减8y 加16等于4x square 减 12x 加36。加 y square 加 4y 加 4，OK，前平方后平方前后两倍在中央。详细的东西你看回我之前的影片，然后我这一边我就不讲解了。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，我的这一个它就会是等于那个 4x square 减 48x 加 4y square 加 16y。36加4就40，40乘4就160。然后我把这一些全部跟它搬过去，然后 4xy 减 xy 它剩下 3xy 加 3y square 减48减6就减 54x，16 加这一个它就会变成加那个 24y。160减16再减9，我在这一边我就有160减16再减9，然后拿到的是135，OK，好，135。然后全部都是3的倍数，我全部一起除3，x square 加 y square。然后18x 加 8y 加这一个135，我除3的话呢，然后是45，等于零。So x square 加 y square 减 18x 加 8y，然后加45等于零。对了，这就是我的答案了。嗯，可以。